杭州是一座创新活力之城，正在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。杭州已经站在国际化、时尚化、数字化的前沿，集合了数字经济等众多优势产业。杭州人才净流入率连续三年全国第一，产业和人才的集聚让杭州焕发着蓬勃活力，成为激发更多产业连接、知识连接、商机连接的会讲福地。产业优势一定是带动一个城市学术会议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。学术会议的组织者在选择会议的目的地的时候呢，更多的会考虑这个城市与学术领域的这个关联度。所以呢，这个学术高地、产业优势、人才聚集等这三大优势呢，一定能够这个带动杭州成为各种学术会议的目的地城市。这里是当代中国创新创业的沃土，浙江大学、阿里巴巴的名校名企，引领着新科技与新产业的方向。杭州以其独特的魅力，成为中外人才最向往之地。在杭州汇聚会谈，纷纷扰扰，将打造人类文化最灿烂的光华，为文明出彩，为生命喝彩，为未来添彩。产业优势对于吸引产业会议入伙杭州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内在需求。在杭州，发达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会议产业发展的新蓝海、新引擎。在生物医药、数字经济、金融科技、文化创意等优势产业的带动下，我们西武国际超声医学论坛已成功举办十届，该会议也被公认为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国际超声造影会议之一，每年吸引来自海内外近千人的专家与与会代表参会，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的交流，同时也带动了会议相关产业的发展。产业创新驱动，融合创新引领，让杭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经济会议目的地。让我们相会在杭州，让我们相会杭州。